有关张亚中他这一次的国民党的主席落败之后，他的一个支持者的群组立刻就被改为台湾的选择柯文哲。那市长怎么样看这样子的情况？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绿营是反串的。那如果是真的是绿营在反串的话，市长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你真的认为张亚中的支持者也会支持你？第一点哦，网络的世界本来就扑朔迷离的，特别是在之前哦，那个林伟鸿的案例是吧？就是说，哦，那明明是民进党党工的先生啊，他也在 PTT 哦搞反串，哦搞政治作战，所以坦白讲哦，在现阶段哦，网络的世界常常不晓得这个教到底是不是反串呢？搞不清楚。那至于说每一个人在不同的。在不同的族群都有支持度，只是高低而已嘛。生物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，它只是一个哪一个 group 哦，那支持度比较高，那哪一个支持度比较低，那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嘛。那所以都有可，那你拿一个很特殊的案例，那拿来讲，不见得有。其实如果你不去做统计的话，这些讨论都没有意义。拿特例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。